在日本餐厅的那个进门口的地方，一般都会有这样的玻璃橱窗，它会展示他们的那个，就是说一些菜品的示范的那个菜品。但这些呢，都是用一些，就是说塑料啊，或者是一些东西做成的，但它都不是真的东西，那看起来很像真的。这个是吃的那个套餐的那个模型，他们做得很好哦，做得很漂亮。你看，所以呢，顾客在点餐的时候就会说，看着这些模型就方便点菜。